或者教会办暑期的音乐，当然是顾名思义，就是在暑假让小朋友能够在漫长又炎热的暑假能够来到教会，借着教会的这个营会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。校长觉得非常的高兴，各位小朋友是天父所爱的小孩，希望这几天营会你们在所有的活动的学习能够收获满满，特别是可以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一起来做好朋友，尽情欢乐，来大家一起学习成长，相信上帝会祝福你们，让你们在这几天的学习当中真的是被耶稣的爱可以充满你们的心里。校长再一次祝福你们，整个的营会都能够顺利美满，祝福大家。小朋友，希望你们在这几天都玩得很开心。老师想要跟你说，跟你们说，谢谢你们在这个礼拜，不管是在唱诗歌，或者是在玩游戏，做每一个课程的时候，你们都超级认真，而且超级有活力。每一次都让老师虽然身体很辛苦很累，但是看到你们的笑容，都觉得超级感动，而且很幸福。那希望你们在长大的过程里面，真的，其实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慢慢发现。要做好很多事情，或者要面对很多困难，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。但是上帝所赐的圣灵酒果，还有老师在这个过程里面教你们的每一个品格，都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记得，然后成为你们在成长的路上一个很大的帮助。那也希望你们在未来能够有机会继续进到教会里面去认识上帝，更多的被上帝的爱拥抱。愿上帝祝福你们每一个人的家庭，也祝福你们在学校，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，都能够过得很幸福很喜乐。多盼望能陪你直到永远。上帝爱你是因为你就是上帝的创造，他在创造你之前他就已经决定要爱你，所以希望你们在你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可以一直记得这句话，不管我是什么样子，不管别人看我是什么样子，上帝都会一直爱我。但是你呢？你愿意这样相信上帝吗？等一下老师会问你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决定，所以我要请你一直一直把手放在你的心上，你很认真的去想，在这几天你的老师很认真的陪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老师很有空很闲暑假没事情做，而是因为你的老师，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感受到上帝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一份爱分享给每一个小朋友，所以我们愿意花时间在这里陪伴你们每一个人，因为老师知道上帝爱我们，上帝也爱你们，所以我们愿意被上帝来使用，透过老师所唱的歌所演的戏来告诉你们，有一位神他真的很爱你很爱你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不管别人是取笑你喜欢你，上帝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好，我们一样把眼睛闭起来，我来问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。小朋友，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里，用上帝看你的价值来看你自己，清楚知道你是上帝的宝贝，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女儿，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，请你把手慢慢的举起来，老师等一下会为你们来祷告。开心这一次的营会可以带到西瓜班，虽然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，但是还是跟六个小朋友有很多的认识，然后虽然他们很叛逆，但是还是很开心可以带到他们，
然后希望他们在之后的学习都可以有一个都有神的带领，然后也可以在周末营或者是主日学，然后有更多的得到上帝的爱。我想对每一个小朋友说，就是非常感谢你们这几天，就是其实我们照顾你们，其实你们也照顾我们，让我们就是可以有机会，好久没有就是跟小朋友好好的聊天，然后我也很久没有像小孩子一样跟你们相处在一起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是非常祝福你们，就是经过这五天我们一起相处，经过这五天的学习，我希望你们在回到学校的时候或者是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可以不要忘记天上有一个很爱很爱你们的上帝，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只要你有难过的时候啊，生气的时候啊，沮丧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抬头看着上帝，或者是闭上眼睛，就像老师教导你们的一样，就是来祷告，跟上帝一起来沟通，上帝会每一天每一天听见你们的祷告，并且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最爱的小孩哦。拜拜，明年见。嗨，虽然有时候你们很吵，然后有时候很不受控，但你们真的很可爱，每一个都是。然后，虽然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凶一点，有时候会对你们就是会骂你们，会说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，但我们还是希望，我们都是希望你们可以听台上的人讲什么，然后可以认真的看表演，我们都希望你们可以在这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收获，那也很希望你们这几天都可以很开心，然后跟大家都可以处得很好。希望你在经过这次营会学习到这圣灵的九个果子之后，在以后都可以活出一个果真不简单的人生哦，加油。嗨，各位小朋友，很开心在这个营会可以看到大家，还记得大家以后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向上帝多多祷告，记得要天天都开心哦。很开心这次有这么多小朋友来参加这个营会，然后也希望你们之后能够持续来这样参加营会。想要跟奇异果班的小朋友说，很开心这一次营会可以认识你们。虽然有的时候你们会不听话，但是我还是把你们当成我的亲生的弟弟妹妹一样，就是好好的照顾你们。然后呢？等一下好的，想要跟奇异果班的小朋友说，很开心这一次营会可以带到你们这八个小朋友，然后虽然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点不听话，但是老师还是很喜欢你们，然后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弟弟妹妹一样，就是这样子在照顾你们。希望这五天的营会你们都可以很开心，然后呢以后也要多多来教会哦。果真不简单，赞。果真不简单，果真不简单。